你会不会喜欢我？哇哦！不会，没关系。不会的话，我会教你。拍手拍手拍手，雄鹰不要脸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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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乐香调。你的理想型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喜欢很可爱的女孩啊。谢谢谢谢。老根爱你们呢、啊，老根爱你们呢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爆爆爆爆走吧 idol， 我是东旭。网上呢有一句说法呀，是一见麦克误终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麦克呀，他不仅颜值高，唱歌好，然后呢舞蹈跳得也非常的好，演技也非常的棒，还非常的有责任心。当你见到他了之后呢，你肯定会深深的爱上他，无法自拔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抱着被圈粉的心情，我们先掌声有请我们的泰国男神 Mike， 欢迎 Mike。Hello， 你好，小迪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ke。现在我首张中文 EP《你在我心中》已经在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上线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啊、记得多多支持我。这张专辑是全部中文的歌曲，对吧？啊。中文的歌，对，中文的歌，那是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，现在中文很好了哟。我现在，我的中文现在十级了。十级中文？啊，好，我的中文十级不是十级，十级，四级，四级，四级，我以为是十级，四级吧。谦虚了，谦虚了。那麦克这张专辑是选择在我们的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发布的吗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因为那天是白色情人节，所以我想唱给我的粉丝听，还有我想跟他们说，老根爱你们呢、啊，老根爱你们呢、啊。哦哟，这个福利够大呀！好，那。新专辑全部都是中文名，你刚刚也说了自己的中文是四级，四级不是十级，我还以为是谦虚了，但也是很棒了，现在说得很好了，谢谢啊。那这张专辑是中文歌曲吗？有没有想特别想合作的一个中文歌手呢？就中国的歌手？有啊，我想跟接收周杰伦、啊、对合作。其实之前我唱过他的歌了，对对对对，这那那那那那啥，爷爷泡的茶。所以说真是很厉害。那现在我们的 Mike 经常会到中国来出差嘛，对不对？每次回国会给宝宝带什么礼物吗？有啊，我经常给他买玩具。玩具、他喜欢玩具。他喜欢玩具，他很喜欢那个 Spider-Man 蜘蛛侠。对，中文的名字是吗？对，中文名字是蜘蛛侠、不是猪，蜘蛛侠。对，他很喜欢 Spider-Man。 对，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从不同的地方买不同的 Spider-Man 回去吗？他喜欢，因为我见到他，我一直说那个蜘蛛侠、衣服。哇哦。对，你会穿蜘蛛侠的衣服送给他？对。你平时你看现在宝宝
有几岁了？啊，三岁了。三岁。你平时会哄宝宝睡觉吗？会。你是都怎么样哄宝宝睡觉呢？他很喜欢在我的衣服里面睡，这样。衣服里睡？对。哇哦。这样。放到衣服里去哄他睡。他想睡觉的时候，他要去里面，然后他睡觉了。我推衣服带他去睡觉，这样脱你的衣服还是脱他的衣服？脱我的衣服，因为他在我的衣服里面，我抱抱他，他睡觉了，我慢慢脱衣服，然后带他去睡觉。啊，他是喜欢在你的怀里睡着。对，就在你的怀里睡着嘛，是不是？那据说 Mike 私底下很喜欢吃火锅，对吧？对，私下吃火锅。那你最喜欢吃哪种锅底呢？麻辣。麻辣锅底。麻辣锅底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给你四种锅底哦。四种锅底，你觉得中国的好朋友他们符合哪种锅底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给你四种锅底是清汤锅底、麻辣锅底、菌汤锅底和牛奶锅底。然后呢，你的四位中国好朋友分别是范冰冰、黄晓明、周冬雨和何炅。你觉得他们四个分别是属于哪种锅底呢？哇哦，范冰冰肯定是麻辣锅底，因为麻辣锅底。对，因为麻辣是我的最爱。我一直在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吃麻辣汤、麻辣锅底。哇哦，就很喜，我们也知道你很喜欢范冰冰嘛。对，所以说麻辣锅底是你的最爱。对，对。那黄晓明呢？晓明哥，我觉得他是菌汤锅底。因为他很healthy， 健康、健康。对，很健康，所以是菌汤锅底。菌汤锅底。周冬雨呢？周冬雨，我觉得他是清汤锅底。清汤锅底。我感觉他是很单纯的人。单纯的人。很单纯的一个小姑娘。哇哦。何老师何炅呢？牛奶锅底。牛奶锅底。牛奶，不是牛奶，牛奶。牛奶锅底、为什么呢？他看起来是暖男的人。暖男。暖男。对，非常暖。非常暖。对，然后都很照顾我们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场呢也为女粉丝们谋一个福利了，就是你要对镜头前跟他们说一段情话哦。我想一下。OK。 你会不会喜欢我？哇哦。不会，没关系，不会的话我会教你。这样很霸道哦。霸道总裁感觉。你要不喜欢我，我教你喜欢我。对，我可以教你喜欢我。就必须要喜欢我就对了。学习舞蹈，麦克需根据节目组播放的音乐完成即兴舞蹈。
Idol KTV， 麦克要戴上耳机，及时将耳机内听到的中文歌曲唱给粉丝听，共五首歌曲，粉丝猜出三首歌的正确歌名即为成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出我们这位粉丝，来，掌声欢迎你，到中间来吧，好不好？到中间来，你好。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姓梁。梁。啊。你喜欢麦克多久了？是从2014年，不敢看。你是害羞吗？就是从2014年看那个泰版的《浪漫满屋》开始，然后就疯狂的喜欢他，然后搜他很多的那些跳舞的视频，然后又演了泰版的《恶作剧之吻》。就非常喜欢他，然后发现他越来越多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国，然后就觉得是很幸福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就觉得可以近距离的，可以接触到 idol， 然后看他拍了很多中国的电视剧，然后中文说的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溜，火锅吃的越来越多，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。但你要面对麦克来说嘛，你今天既然都见到了麦克，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？淡定妹子。就是希望你不要太辛苦，因为你那个学中文，包括你背台词、看着幕后，都让我们觉得很揪心。就是健康最重要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。谢谢谢谢，一直来支持我，我会很努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是粉丝见到了 idol 一段，就是你接下来你知道你要干嘛吗？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给 Mike 听到七首中文的歌曲，他听到的歌曲呢会哼出来，你要猜对四首歌曲才过关。如果说不过关的话， Mike 会被接受惩罚。如果猜不出来， Mike 会接受惩罚。欢乐的艰苦。星星的孤寂，能听出来吗？你要谨慎哦，猜对四首才可以过关哦。是对我的家，横歌耳的，但具体是什么？横歌耳的那个天堂。回答正确，哎，恭喜！好，已经猜对了一首哦，还有三首，来，我们继续第二首。你可以让麦克多哼两，你们要想听他唱歌的话。这首歌应该是他很想合作的一个中国艺人的歌曲吧？给你一个提示，他最想合作的中国艺人是谁？范冰冰。No， 周杰伦的。能再唱一遍吗？你唱一遍吧，再来一遍啊！啊，记得总有一年会发现。等你下课，等你下课。回答正确，恭喜，好厉害哦！所以说 ，Mike 的中文还是很棒的。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首歌。再来一个。有没有难度？再来，可以跳过。你知道吗？他跳过。
但是只有七首歌哦，你有四次机会。嘿，来来来，再接着继续继续。那往今宵，那往今宵。李谷一的《难忘今宵》。回答正确，已经猜对了三首歌了，已经猜对三首歌，但是我们已经放了四首歌了。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啊。我们只有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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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这个很简单了吧？这个已经说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。对，回答正确。Yeah! 我们不一样。听到了什么歌曲很开心。再来一个。像一个海角，海角，海角，所以不教练，海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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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为你舞蹈，海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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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察海浪尽头，我有我的逍遥，海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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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不教练，海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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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察海浪尽头，我有我的逍遥。能猜出来什么歌吗？能猜出来，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歌名是海草吗？这歌名是海草。海草，海草，就是还最后一个字没有对，海草什么？海草舞。对啦，回答正确。那今天既然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，我们给你一个福利的机会，宝宝，给你问一个问题，跟他提出一个问题，看你想问他什么问题。那就问一个，你的理想型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？哇哦！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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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草。我喜欢很可爱的女孩啊。你是觉得是你自己吗？Oh my god， 很可爱的女孩子啊，是我是我，还有吗？会让我一直笑，哇、wow. ，让你开心。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让我一直都笑，会笑啊、很开心。嗯，会让我一直会看看他的脸，看不腻他的脸。哇、嗯，那具体的头发长短，那个个子高低，胖瘦，头发重要？头发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还以为说，我还想教麦克使坏，我说短发，短发，然后让你上一下心，不重要，性格最重要。头发不重要，我觉得心灵美、心灵美。性格好，性格好，对吧、性格好，心灵美，性格好。哇、wow, 谢谢。啊，来，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，谢谢来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拥抱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谢谢谢谢。那之前麦克有跟我们搜狐有合作过吗？对不对？接下来还有没有要跟我们搜狐继续合作的打算？我也希望我也希望，等一下我的中文四级，我也希望可以和跟搜狐视频合作。那我们也非常期待麦克在接下来呢能够跟我们搜狐多多合作，能够跟我们搜狐合作出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呈现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的麦克。好，那刚刚呢我们跟粉丝的游戏过程当中呢挑战成功了吗？
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给大家谋一个福利了。我们今天要借着我们暴走吧爱豆的节目现场呢，通过视频的方式给粉丝来录一段 morning call。 morning call， yeah， 宝贝你起来吧。哇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麦克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真正的了解到麦克，不仅仅是他颜值高舞蹈好，他的性格也非常的好，而且他对粉丝的那份宠爱真的是宠到爆炸。在这里我也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，跟麦克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，一定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麦克的这张新专辑你在我心中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也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们暴走吧爱豆的官方微博，您将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麦克的亲笔签名照，同时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搜狐视频会员，让你追剧追不停。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样就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再次感谢麦克，拜拜。锁定搜狐视频暴走吧爱豆，我是麦克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呢。声音还唱，还唱，还唱，声音不教练，还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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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为你舞蹈，还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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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察还让气氛，我有我的逍遥，还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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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声音不教练，还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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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